是琪琪。我是燕燕。琪琪和月月的玩具。送一到小豆子的钓鱼场赚些零花钱。欢迎你，送一，我来钓鱼啦，小豆子。我来给你准备工具，准备钓鱼必备的鱼桶、钓鱼竿。瞧，钓钩很锋利，要小心使用。随机挑选今天可以钓鱼的数量，三条，开始抛竿。一条，哇，瞧，同时上钩两条。钓上来的鱼放进鱼桶，拿去称重，倒进天平上，再拿出一些硬币放进另一端。天平高低对称了，就是宋一得到的钱。今天赚了很多钱呀，好开心。宋一来到自助超市，看见很多好吃的，这么多美味，我要多选一些。柜台上有各种各样的食物，宋一挑选了一份烤肠便当，曲奇饼干，冰镇汽水，到收银台自助结账，用扫描机扫描商品价格，一共100元，把扫描枪放回原处，在收银台输入正确的商品价格100元。听，是什么声音？原来是宋一的肚子在咕咕的叫。这里有非常方便的微波炉，调整到饭盒模式，打开门，把盒饭放进去，开始加热。好了，取出来，打开盖子，里面有烤肠、蛋卷，爱心米饭上还放着几粒石蔬豆。宋一尝一尝，吃饱了，再尝尝我的饼干，还有汽水，简直太棒了。哦，差点忘了，还要买一些食材回家。超市里的食材非常新鲜，多选一些回家做美食。结账，把硬币放进去。宋一回到家，把买来的食材做一做，打开火，预热烤盘，温度合适，面包片放上去煎一煎。好了，再把剩下的食材也放上去煎熟。芝士热狗要用食用油炸，在锅里放油，东西放进去后慢慢炸。好了，再撒一点食用盐、黑胡椒，抖动一下均匀一些。再来做三明治，放面包、肉饼、芝士片、青菜、洋葱、青椒，烤丰盛啦！插上一个固定签，啊哈，完成！看起来很有食欲。宋一忍不住把它们都吃光了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。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